是我们这一个舆情呢，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。那么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，这一点大家要理解，因为它是传染病，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，它必须依法披露啊。那作为地方政府，我只获得这个信息以后，授权以后，我才能披露啊。所以这一点，在当时很多不理解。